2分钟。好的，记住的。名医孙思邈是使用导尿术的第一人，他最初用什么东西帮病人导尿，更记载在医学著作当中。 A 葱管， B 小麦精。我的答案是 B。 锁定。蛮合理的，感觉好像小麦比葱要硬挺一点。硬挺，如果你要深入体内，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深入体内。我们有专家在这里，应该请专家回答。应该是吧，请揭晓。哎呦，不是呢。好，名医孙思邈呢，在他的背急千金药方当中就曾经有记载，他遇到了一个那种尿不出来的病人哦。那这个时候他很想要可以帮助他，就刚好呢看到了旁边的小孩子拿着葱管在吹泡泡，所以呢就让他想到了，哎，葱管啊非常的柔软啊，而且中空啊，应该是可以帮助他导尿，所以他就把葱管呢稍微修一修，然后选一根很纤细的这个葱管哦，就进入到这个病人的尿道里头呢去帮他导尿哦。结果呢管成功了，他还吹一点盐水进去，成功的导尿要出来，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了他的一个方子。张艺瑶准备，请出题。在料理鱼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抹盐或是抹糖来进行脱水，请问相对来说抹糖会更有哪一种效果？ A 鱼肉较紧实， B 鱼肉较水嫩。我的答案是 A。 锁定。猜的，猜的，因为一般我们希望吃鱼肉，希望是比较紧实 Q 弹，好吃，比较好吃。是抹糖吗？对，感觉我没有问你哪一个好吃，我问你他怎么做。抹盐会让食材排水，对，所以要 Q 要紧，抹盐效果比较好。嗯，抹糖呢？渗透压都可以。记一下。鱼肉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让它脱水，而就要利用到渗透压，那抹糖跟抹盐都各自有它的功效。盐呢，它的分子比较小哦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啊，它可以让它排水排得更多出来，所以鱼肉呢就会变得比较紧致。那如果你不希望它脱水脱得太过度的话，哎，就可以用抹糖的方式，它可以保有它水嫩的水分在里头，而且在烹调的时候又多一丝鲜甜的感觉。很快的来到志玲姐姐身边，一口气把它当成台北车站。我们这边停久一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，请助理。家事达人指出，可以用什么水果皮刷碗，就能够清除锅碗瓢盆上的油渍 ？A. 苹果皮 ，B. 香蕉皮。我的答案是 B. 香蕉皮。家里厨房是你占的？嗯，是。有用香蕉皮去过油渍吗？没有，可是剥过香蕉皮，香蕉皮剥起来那个油比较厚。苹果皮没什么油啊。哦，你说肉厚是不是？皮啊，就是那个皮上，对，皮比较有油脂啊。如果你要去掉油渍的话，应该是香蕉皮的油比较可以溶掉上面的油渍。请揭晓。恭喜小李。好，在香蕉皮当中呢，有它的淀粉质跟胶质哦，所以呢，当然啊，在我们去除锅碗瓢盆的油渍的时候，你可以拿它呢当成是菜瓜布，在那边清洗跟摩擦，那其实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同时呢，其实在香蕉皮里头还有单宁酸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去除鞋子上面的这些皮鞋上面的一些脏污的话呢，也能够用香蕉皮去去渍哦。100到10000，10000放在不能提示的位置，请选择。逻辑正确，但是不在基隆，在垦丁。也在垦丁。非常可惜，100元。不着急，等开窍，等开窍，看一下，再多打几滴来。尽量。请注下一点。儿妇联盟针对国内11到15岁的儿少调查，超过30%都有恋爱的经验，且最多人交往时间维持多久 ？A 不到3个月 ，B 不到半年。我的答案是不到3个月。哎，锁定。哇哦，不到3个月吗？根据我们家小孩的说辞。他们同学是如此。小孩有15岁的，有，15岁是妹妹。
对，你们是哥哥妹妹对不对？嗯嗯。然后妹妹她说他们就不到三个月就不联络了。也不是我们家妹说的啦，就是听过他们聊天啦。哦，这个他这段他不要看，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聊天我们当然是躲在房门口听嘛。哦，经过刚好听到，对，不是躲在那边听，那画面不是站很久哎，站很久啊，哦，是意外听到以后。驻足片刻是，很合理啊。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是关心他们的。小孩可能没有觉得合理，像是门可能会再加一个挡板的。请揭晓。哎呦，杨慧文。联盟呢，他们做了一个调查，是现在小孩子都很早熟，哎，很多国中生呢，大概都说已经想要进入谈恋爱的状态，大概有将近四成的，甚至呢，国小的这个小朋友呢，也有两成左右很想要谈恋爱喽。那他们的确也已经有了一些恋爱的实战经验，结果呢，就发现啊，这些呢小朋友们他们在谈恋爱的这个时长呢，有大概六成左右呢，都是不到半年，这段年轻的爱情就无疾而终，那大概有近四成的是维持不到三个月的时间。田慧文换你了，大力旋转椅，加油，请助理。最新的研究指出，睡眠不足会影响到人的身心灵，就算只是少睡一个小时，也会使人怎么样 ？A 变得自私 ，B 变得小气。我的答案是 B， 变得小气。少睡会变小气，而不是自私，为什么？我想象我自己的状态，就是因为我其实平常就是睡眠品质不好的人，那尤其特别是如果被吵醒或中断睡眠，我会。情绪会很受影响，我觉得这时候你无法想到其他事情，你可能就是会遇到不会那么慷慨，或是就是你会受到情绪影响，偏激啦，或对你要我干嘛我就偏不要这样类似。其实我觉得两个很接近啊，自私跟小气不是一样意思吗？接近了，太特别了，太特别了。哎，答错。这个研究呢，发现呢，只要你当你每天呢少睡一个小时哦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昏昏欲睡，然后呢，你整天的精神都不是这么好。那你想想哦，当你精神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活力充沛的想要做所有的事情嘛，你只能勉强的把自己分内的工作给做完，要去再腾出点精力去帮助别人的心情呢，也会大为下降。所以呢，整个行为模式就会变得比较自私自利一点，同时呢，在糖尿病啊，还有一些疾病上面的风险啊，也会随之提升。36秒，张艺瑶有充分的两题可以使用，请注意。台湾网络曾经调查一秒激怒女友的话，请问哪句话的排名更前面 ？A. 我不知道。B. 你干嘛生气？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哎，我不知道，听久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也气啊。哦，都气啊，谁排名在前面？对，你怎么认为？你看就是没有同理啊，就是 B 的答案是你干嘛生气，就是好像没有同理，那个态度是不对的。我太太常常提醒我，态度很重要。你已经看到我生气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气，你干嘛生气？还敢问？对对啊，请揭晓。男生呢一定要特别记得这几句话，真的是地雷，千万不要随便乱踩哦。像是呢，如果你说我不知道，这种感觉很没有主见的话呢，其实呢只名列第四。那前三名是什么呢？第三名呢就是男生会说对对对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时候呢听起来好像你认错了，但是呢感觉起来你的这个根本就不诚恳，然后呢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说出你哪里错在哪，所以呢女生还是会继续生气下去。那第二名呢是你干嘛生气，你这样讲的话呢，虽然呢是想要对女生来示好一下，但女生还是会觉得说，怎么会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争执只在于我一个人的错呢？难道你都没错吗？但是女生心目中呢最大的地雷 number one 就是不要提到前女友三个字，特别是人家以前我前女友她都会怎样，女生一定一听一秒就爆炸。克洛伊，换你喽，一万在不能提示的位置，请选择。逻辑正确，但结果不妥。3000元，稍少。24秒，加油，张艺瑶，请出下一题。
糖尿病是许多现代人的困扰，请问吃什么有抑制血糖吸收的功效，尤其是餐后血糖 ？A. 秋葵 ，B. 黄芪。答案是 A. 秋葵。哎，锁定。你是营养师，秋葵跟黄芪的特质，你应该很清楚吗？黄芪其实我不是很熟，那个比较是中医的领域。那秋葵其实它是黏多糖体比较多，所以它对于降低就是血糖吸收应该是有帮助。因为黏黏的嘛，秋葵跟山药一样都黏黏的。它不是固胃吗？也固胃，没错，也固胃。请揭晓。抑制血糖的吸收，哎呦，真的是秋葵，哎呀，好哎。其实呢，对于糖尿病的病友来讲呢，以上四种的食物都可以多吃，比如像是秋葵啊、黄芪啊，还有呢这个粉葛啊跟山药，但是功效各有不同。像是呢秋葵哦，它可以抑制血糖的吸收，所以呢，尤其是在这个餐后的血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抑制效果。那像是黄芪呢，它是健脾补肺、加强胰岛的功能，所以呢也能够改善糖尿病。克洛伊，加油！一万在无法提示的位置，请选择。逻辑错误，3000元就在旁边。最后一题，好好掌握一下，请出题，加油。据国健署资料显示，国高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逐年上升，而他们使用的主因是什么 ？A. 课业压力大 ，B. 朋友都在吸。现场3秒，答案是 B。锁定。朋友都在吸，对，因为国高中应该同侪的影响是最大的，所以没有人课业压力大。不太确定。同侪效应。同侪效应。请揭晓。的统计啊，其实现在电子烟毒害这个中学生呢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哦。而且比起107年呐，几乎呢，在这个抽电子烟的比率是翻倍涨哦。那其实呢，很多人会以为说电子烟比起一般的烟，好像毒害的这个程度没有那么深，事实不然。因为呢，电子烟里头的尼古丁含量非常的高，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发育，同时也会增加呢孩子气喘的几率哦。那他们就发现呢，其实这些国高中生呢，他们很常会吸电子烟，只要的原因都是身旁的朋友在吸，很容易就跟着吸了。而再来呢，就是喜欢它的口味啊，跟那些特殊的味道啊，也会让他们好奇，所以一时想要尝鲜。克洛伊准备，10000在无法提示的位置，继续选择。逻辑错误，太可惜，无法提示。好了，我只能帮到这里了，3000元，非常的可惜，大家普遍的加起来奖金真的不太高。洪永祥跟陈志玲这对夫妻档《神雕侠侣》100元聊表心意，李安慧文跟葫芦娟13100还是13100，但张艺瑶又增加了，跟柯瑞有35000元，再次领先。第三回合只有1分钟，换不换？换李安慧文请起，小葫芦请过来。打地拳还在张艺瑶的身上哦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